知道评论，你俩给他摸天哪懂吗？我有几个大家同我讲，你俩家家的，家的朋友所聊那个，你那个玄机，因为这所谓乌巴，我讲乌巴，因为这是说的吹多大的，那讲讲老话个跳个跳个，你那清华个那个改变个，那所谓的他巴龙猫就往掺出来呀。龙啊，哎，捐龙啊，那华夏的近年的监督啊，把那赌钱啊赌来最多，赌完赌来最说，说还有后果老王，一面又还那个骂你讲哦，林奇轩、林国义都是在攻击嘞，攻击王、攻凤凰，一比八龙猫好不惜不语，不奈你讲嘛，这人最初的攻打，统一好了，飘，这鬼咩怕怕啦，懂我啦？懂台吗？好了，你个错的人，我错了啊！记得好，为各位同胞，龙安呢杀了我一米，龙安呢杀了我一米，龙安杀了我一米你还懂？龙安呢懂就跟你讲嘛，龙安呢杀了我一米都不有说的自信的精神，自信的精神一律是讲，龙安杀了我人一休管理，龙安杀了我家。到我的高音的谁嘛呢？这样的对错的意义，林奇轩、林国英也出别到我的别到我攻击啊！你那讲虚假的话，林国英你明脸哦，要冰箱的呀，你可以输错了不？要冰箱就怎么回的？民族很多东西第一时的第一时哦，第二是古人弄，回国弄拿出去，回国弄拿出去啊！回国了拿出钱，不过这帮兵将，给他们搞的工作，今天找了去街头舞会啊，给他们那个男爱的哦，女爱怎么懂啊？闽南么女爱的，女爱的，各位同胞，借助的名列，所谓的名列，那个名列是查名列呐，查名列借了呢，去给回国了人花了呢，借的找这个回国过的头路股啊。你林冠英那徐丽雅的话，那徐冠杰的话，那徐爱华的话，我可能听说一下回国弄的，等于是话的。我的地方就平时啊，你为主持人没得下酒啊，你就帮顾了人来哦，你我不理没得哟。你讲徐丽雅讲这样，也么啦，三年生也么啦，早起嘛坐一楼，再就地方政府都投票啊，就安么样哦。各位同胞，公祭礼哦，我出来公兵呢，摸咪看啊，每年看这些摸咪看家，这样呢，我听讲啊，然后呢，杀了我，我需要这样人，然后呢，杀了我一命，我需要这样神马的这样对错，你干哪去那做？因为神马的敬礼啊，各位同胞。谁骂的经理？你让我看啊！我他来是死难熬的人嘛！你谁骂经理？让我看啊！你现在是一僵哦！我一跟体面的工啊，就对过们呢。我看见这体面的面路起来，只能把他拖到西屋里去啊！我找了些，找了些 inspector， 哎，我头我把他起来啊！哎，用动的谁啊？用那一些在逼你的，用屋里去啊！用谁骂那边用？说把这红欧面用欧美骨头捂下，正暴对用尾巴的嘛，不会的呢呀。因为情谊，前面啦、那边啦，那很虎的虎的啊，啊，多一下，这骨啊，就割我的割我，把它损怕了的。这样的什么经理才进王啊？乌烟瘴气搞对抗，今晚的这个经理啊，把他多年拿杀了我，给他拿杀了我也今晚做。各位同胞，我可以讲啊。你跟这 DAP 跟这些共产党人联手，谁把你搞哪？你能哪里呀？我你能带领的说的敬礼文化，第二句可能说跟我的慢了，说跟我话主席家恭喜家，说跟我话那个鸡啊没有，鸡啊没有，做了这卡有的新的出卖我给。同我话，你有好的说的意见，好好的讲，我让那阿爷来路径哦，好好的讲，你来讲平阳共对我。走我都黑鬼黑鬼咧，讲啦啊，讲我只啊，是咯是咯，啊一米，然后咱打出票，用只啊阿兄用嘴里刀，八毛啊，骗人哦是啊，骗人啊，我听讲过了哇，有本事我怕，我爸妈的应该怕呀，八毛啊，
不毛不灵，大多钱呢？讲到讲纪念，讲纪念之类啊。所以各位同胞，我希望讲啊，我给他们行业大家出些句话说给你支持的。我咧讲啊，两岸人年纪都一辈讲，两岸人华裔到这方为止，两岸爱保持两岸人的国力，两岸爱讲两岸人居住松松，民安有保障。两岸唯一出去就是讲，从两岸去家里代表。你个做法来弄嘛？送人家来代表第二政府为例，跟其他民族已经大力做、大力做、大力讲。今晚的话，我给我拿师傅，拿沙拉我的监督，一点是让俺们对家有俩掌握的。千万千万唔买去只所谓的八路毛巾话出去咯，因为以前呢也不去了哇，哦，从好的开步，来古龙啊，那些个哎，都见了。千万大家不要受到这些所谓杂音，这些所谓的鸟论来误导我们。对，今天嘛有一万好的，今天嘛有一万好的机会，我今天嘛真系了啦哈，就来要讲好，来多谢。我大家有一万机会，真系分享，会感谢你了。还记得，是我说了好几遍了，有人跟你讲着，真系巴拉湾区，请你们到南安的乌村乡，先安坐。啊，你人，你人，啊，他就拿，啊，旗开得胜。啊，你人就叫八卦山，向你人打温松口。啊，你人叫不假色，向你人打结果东。叫杜东尼，叫太平是吧？啊，你那个讲帮你南街边，也多多安乐，你也温解题啦，啊，再来各位，啊，再来各位。